OK, continue。其实学习的过程很重要哈、哦。我们清楚，我们就一一块块学东西会比较快。我们健健康康学东西也比较快。我们心情不起烦恼，不怀恨任何人，学习也比较快。所以在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先把自己心情调好，哈哈哈，高高兴的哈、哦。把全世界敌人都把它忘掉，发愿哈、啊！如果以前我得罪你的话，我跟你求忏悔；如果以前你得罪我，我会100%原谅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每一个人都是我朋友，我没有敌人的。哈、啊，这样子想他，你学东西就快了。你学东西一想到敌人，你就麻烦了，你就学不起了。记得人家做什么是他的事情，记得。人家跟你吵架，你跟他吵架，是什么呢？你是跟他参加一场比赛，比赛看谁先冲进地的门，比赛看谁先冲进地门。你需要跟他比赛吗？不需要。他要冲，让他冲，你不要冲进去。记得你不要冲进去。再来，我昨天提的哦，太阳有权利把你升到200度，把你烘干的。这是他的权利，你没有办法做什么的。你拿雨伞是你的权利，你走进家里是你的权利，你开 aircon 是你的权利。你不需要拿石头丢太阳，一样的，人家欺负你是他的权利的，你走开，你不跟他吵架就没有事了。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照顾你自己，记得最重要的是 know yourself。怎么样 know yourself 呢？Penetrate deeply to see that you understand, you see and understand your own weaknesses。看到自己的弱点，看到自己的优点，把弱点写下来，把优点也写下来。弱点呢，一点一滴丢掉它，把弱点一点一点丢掉它，把优点呢，一点一点发挥起来。记得，成功是优点的发挥。失败是弱点的累积，不要忘记这些东西哈。那么人生这条路，记得没有一个人不会死掉，没有，有生必有死是肯定的。问你自己，你还能活几年？100年吗？不可能。在有生之年，记得，千万记得，你要投资到来世。你心的起心动念一定要善。起心动念，volition is karma。起心动念，诸佛还会是摇文。起心动念是善之恶，那就是果报了，那就是那个因果了。你想到坏的事情，想做坏事情，以后你要去承担那个后果的。所以记得在日常生活常常起心动念，在善中下功夫，那你就越来越好了。好，我们暂时就谈这里为止哈，以后有机缘的话。只要有机缘，我们有机缘相会的，我们再谈。谢谢。好，谢谢美国佛教会释心法师对我们的开导。谢谢，谢谢法师，Thank you, 谢谢法师。Thank you, thank you.